净空法师法语。十四，你的家不和，这个家庭不可能兴旺。一，中国人常讲，家和万事兴，你这个家庭会不会，看你家庭和不和。二，家庭里面关键的人物，夫妇和和。夫妻不和，家庭就破坏，社会就动乱，天下就不太平了。三，你的家不和，这个家庭不可能兴旺，团体、公司、社会、国家莫有例外的。四，家和万事兴，家不和，受别人欺负；国家不和，一定受邻国的侮辱。可见的和非常重要。五，和很重要，从哪里做起？从我们本身做起。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，表情要温和，言语要柔和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六，在一个家庭里面，父子、兄弟、姐妹都能够和和，家庭和睦，父母心里愉快，儿女都能修养品德，从事正当的行业，不犯法，不违规，孝顺父母，你的邻里乡党对你尊重。七，一家和睦，这一家必定兴旺，道场和睦，决定是正法注释，国家朝野和睦，这个国家一定富强，世界人大家都能和睦相处，就世界大同，天下太平。八，所以世界大同要从哪里做起？要从这个国家社会安定做起，国家安定从哪里做起？从家庭做起，从夫妇做起。http://www.book853.com/show.aspx:/page:85:ID:2467:sit:159